大家好，我是咪咪坐垫晨晨。相信大家都在路上的街机都有玩过一个叫什么 Easy Touch 的游，就是触控式的游戏。那它里面游戏有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东西，除了冰果以外呢，就是大家来找茬。那大家来找茬呢，就是会比较说，两张图片中呢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两款游戏呢，就跟这款游戏。就跟这就是这个软体就非常的类似，就是它是属于一个要考验眼力的游戏。那在桌游中呢，眼力多少都有跟反应有一点关系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先介绍这款就是通明作品，大家来找茬。大家来找茬。这款游戏时间呢只需要五分钟，然后游戏上面有建议人数是2到6人，但以游戏机制来讲，100个人玩都没有问题。对，大家手上呢，首先大家手上会有5张牌，这5张牌跟游戏中间的互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就是会轮流当一个就是大家来找他找麻烦的人，找麻烦的人呢会负责，就是来说玩家闭上眼睛。好，请问哪一张卡变不一样了？猴子。猴子，答对了。这时候呢，就会换成我，就是我负责来闭眼睛。好，我闭上眼睛了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就是会，好，这时候打开，大家看，好，鸟不一样，错，真的吗？所以是哪一张不一样？你说，好啊，乌鸦不见了是吧？对，乌鸦不见了，所以是稻草人不一样。这时候答对的玩家呢，他就可以就是再出一张牌到上面去。然后这时候又所有玩家闭上眼睛，你没有挡到，我帮你挡。哦，好，你再翻一次。哪一张卡片不一样？小朋友，错啦。好，那最先把牌出完的人，金鱼，对，金鱼不一样。对，那答对人呢，就可以又出一张牌到场上。然后这时候又所有玩家闭上眼睛，就反复这样过程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如果你眼力够好啊，5分钟就结束喽。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那我换下一款游戏。好，我们介绍第二款游戏呢是福尔摩斯鹰眼，英文是 Sherlock。好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场上呢有2个图片。这游戏的规则非常简单，请比较出2个图片有多少地方不一样。好，然后等到你找到有多少东西不一样之后，你就去抓那个数字。抓中的人得3分，抓到最接近但小于的人得2分，抓到最接近但大于的人得1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我相信应该。刚才就已经一堆人在偷偷算有多少张不一样，是吧？怎么没有半个？我也觉得没有半个。是一。一个啊，我看到一个。怎么少啊？对啊，这张怎么又少？真的，你有玩过这个吗？没有啊，只是现在正在看，但是真的看不出来。为什么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？真的只有一个，还是我们这样讲啊？观众已经在那边偷笑，啊，废物！我都看到这几个好多地方不一样。没有，我只看到一而已。我也只看到一个。啊，可以抓吧，就一。那我抓一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这时候全部人都抓完之后，就会指向没有抓的那个。然后我要弄。你要抓一下。然后抓，我这样搞不好会对。对啊，搞不好这游戏常常这样误抓对，那我们就翻开来。耶，真的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。对，真的只有那颗网球不一样。我没想到我之前抽到标准答案的。好，这样我就得了3分，他得了1分。好，这游戏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是不是在一起，因为这好像这两题好像太简单了。然后他有一些比较令人讨厌的，像这边设置，如果说抽到正反人的话，他人就是要正反放。这样就。靠北难啊！这太难了吧？超难啊！但好像又还好，因为这两张好像妈的，这东西不一样。我看到一个，一起来吗？到2个。3个，你看完了、哦？怎么可能5个？为什么？不可能5个，不可能5个，
我们一直看到三个。哒啦哒啦哒啦！谢谢大家，这游戏就是这么简单。三个，三个，你连二都拿不到，你这个小废物。因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两张不一样的地方会不一样。那我刚刚……哦，你只看一张而已、啊。没有，因为我只比对一张而已，所以只有一只、嗯。因为我比对这边没有，这边有那边没有的，我没有比对这边有这边没有的。你懂意思吗？我就是一直比这上面的东西，上面没有。它有时候不见得是多，有时候是少啊。对，就是，所以我才说我一直看这边有，但那边没有，但我没有注意到这边有，这边没有的部分，所以他会只看了一半。哦，好哦。所以各位玩家要看的时候呢，要两边都要比。好，这游戏就这样子，得三分。好，我得六分赢了，赞。好，好，游戏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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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好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玩这个游戏这么强，就是这个游戏这么简单呢？对，非常简单，因为我把这张答案背起来，所以我完全，我只要知道正解之后，我就找出上面我说的多少地方跟正解不一样，我就会得高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会玩不好是正常的，因为这张我看了二十几遍。好啦，今天就先这样子。如果喜欢这款游戏的话，别忘了帮我分享、按赞，谢谢大家。没有，我真的背了标准答案，所以我看了半天就干，这张好像是标准答案，就什么都有。对，就全部的东西都是正常的。对，你只要背好这张图之后，你找其他图都非常简单。就像玩桌游的时候，大家都听完规则之后，那我现在要干嘛？干，你他妈不会想吗？对啊，你听完规则干，然后就我要干嘛？我都跟你讲，我自己玩就好了，我干嘛叫你玩？嗯。对不对？然后每次就问说，你玩过最难的游戏是什么？讲不出来每个都很难。妈的，是每一个都很难，还是你觉得我在考试？我觉得说，如果怕我讲出来一个，我觉得风声很难，然后店员会哈哈笑你，妈的废物！你觉得店员会这样子吗？风声真的不容易。对啊，我当然是陪你演一下，心中想干你的废物。不会嘛？到底是在怕丢脸什么东西啊？